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凯莉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凯莉让一个不健康的人变得更健康，让一个漂亮的女人变得更加漂亮，让一个没有钱的人变富有，让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变成讲师，让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变得更有责任心，让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变得更有梦想，让一个不富有的人成为富有的人。分享凯莉，时间是自由的，业绩是不考核的，收入呢是倍增的，工作呢有人教，有人帮，有人带，做好了有房有车，荣誉是一生的荣耀哦，事业是不分男女的，退休是不限时间的，生活健康自在是中国国家重点支持的事业，跨境电商行业。渴望拥有更好未来的您，一定要加盟凯莉，关注凯莉之光，让生命发光。我们给你信心，给你底气。我是 Judy，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上帝祝福你，阖家平安健康，丰盛有余。拜拜。